林向真，我想跟你做朋友，从你转学过来的第一天就想认识你了。交个朋友，这是我的诚意。啊、完蛋了！老师，徐幼树是二我同学。林向真，我还要再见，你跟我说。徐幼树，蒋梧，孙小楠，我的秘密基地。那咱们俩布置吧。Let's go。 林湘君，你是谁啊？我有一种病，只要我有了开心的记忆，关于朋友的记忆，通通都会不见的。我这样的人，没有资格跟任何人做朋友。他说他一周之前把我们都忘了，但他只能忘记朋友啊。朋友，就说明他上周已经把我们当成朋友了呀。 就算你只有7天的记忆，我们可以当1周的朋友啊。你好，我是徐幼树。不需要什么记忆，你们都别靠近我了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末日生存小队，向军，不是所有伤痛都可以被抚平。 但我能用一辈子的时间陪着你，一起面对。和我做1周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